最近花莲的清水断崖陆续出现了大型的抹香鲸，而且数量有多达九尾，其中一尾甚至还长达16公尺。这样大量的抹香鲸出现，是不是就跟震后赏鲸船减少有关？目前还在调查。而另外在澎湖海域的部分，则是有潜水业者看到一尾长达12公尺的鲸鲨，也非常震撼。